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猪家美食。今天来做一道砂锅焗鱿鱼。砂锅焗鱿鱼，我用腐竹做辅料。先把鱿鱼处理干净，把鱿鱼去皮，头拉出，鱿鱼眼睛要去干净，把肠子取掉，清洗干净就好了。大骨要取出。用剪刀把它戳破，挤出里面的墨汁一样的，把嘴巴挤出，这部位比较腥。鱿鱼清洗干净了，接下来改刀一下，鱿鱼切圈就可以了，稍微大一点圈。鱿鱼改刀好了，准备辅料。腐竹我提前半天用温开水已经泡发好了，切断。辣椒切斜刀，半个就够了，主要搭一下颜色。葱段，葱叶出锅备用。姜切片，蒜也切片。食材全部完成以后，接下来准备一个砂锅，就可以开始制作。砂锅烧热后加点油，以免粘锅。下入葱姜蒜爆香，爆香以后下入鱿鱼，加点料酒，拌一下，加一点点清水，盖上盖子煮3到5分钟就可以了。现在烧了3分钟了，打开盖子，把腐竹加进去，搅拌均匀。加一小勺盐，加一点白糖提鲜，盖上盖子，再煮2分钟就可以了。现在打开盖子，撒点红椒点缀一下，再撒点葱段，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今天这道砂锅焗鱿鱼就完成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动吃喽。下面汤汁碰到的会好吃一点，拌一下，尝尝鱿鱼看嫩不嫩。这种做法原汁原味，鲜嫩爽滑，特别是这腐竹吸收了鱿鱼的味道，鱿鱼也鲜，腐竹吃起来好像比鱿鱼还好吃。这种做法吃过了比爆炒的好吃多了。鱿鱼不能时间煮得过于太长，煮太长了这个鱿鱼就要老了，然后再放入腐竹煮开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点关注。